Hello， 欢迎来到名人站，我是 Joanne。 今天为大家推介的就是 LV 一个、维多利亚款的一个、全牛皮手袋啦。这个维多利亚款呢，其实之前都有出它的、帆布、革命棋盘那个系列的，它就是但是那个系列呢，都是这个位置都一样拼了有牛皮的。而现在这个款呢，它是全牛皮啦。咁全牛皮咧，佢有區別之處咧，都係印花牛皮一個印經典嘅 LV 嘅印花紋就牛皮度啦。咁下邊咧都係有著一個荔枝紋嘅牛皮。咁依度咧亦都有印有佢 LV 經典嘅字樣 logo 啦。咁嘅特別之處就係在佢一個扣尾啦。咁呢個扣尾咧，佢係一個別出心裁嘅一個扣尾啦，係做得比較一個復古啦，但系又俾人感覺咧，又帶有少少時尚嘅感覺嘅。咁而呢個手袋款咧，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實用嘅手袋款嚟嘅。嗱，佢嘅依啲位置，依啲位置佢都係採用咗印花嘅一個牛皮啦。咁而邊邊依啲位置咧，就係採用咗荔枝紋嘅。首先講一下佢一個肩帶啊。咁佢依個肩帶咧，其實係一個活動式嘅肩帶嚟嘅，係啦。對於這個肩帶既可以雙帶單肩，又可以拉長斜孭嘅，非常之方便好用嘅。咁佢一個咧磁扣嘅開合式啦，咁依一度咧佢有一個貼袋，另外依一格咧就是一個比較空間比較大嘅一個袋嘅，咁入邊咧都係用咗個鏡皮做一個襯理啦，裡面有一個拉鏈嘅安全位啦，咁依個拉鏈安全位其實都放到好多嘢嘅。咁你有重要嘅單據啊，各方面嘅嘢咧，都可以放喺拉鏈安全尾啦。咁而依個空間咧，其實一個大嘅銀包都可以放得落嘅。嗱，放咗一個大嘅銀包落去之後咧，空間咧還有比較足夠嘅空間，可以放到日常出街所需嘅物品啦。你知而家疫情咧，最重要嘅一樣就係搓手液啊、紙巾呢啲係必需品嘅，肯定放得到噶啦。咁首先都可以同大家講講呢個 LV 一個經典老花系列嘅一個 PVC 皮革嘅銀包款啦。咁呢個銀包款咧，其實在市面上咧見越嚟越少噶啦，但係咧難得有貨，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過嚟睇下嘅。咁佢都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、好用嘅、實用嘅一個銀包款啦，係啦。大家可以望一望，佢呢度有個蝕位嘅。咁大家可以而家睇一睇佢上身圖係睇咗咩效果啊？咁呢個袋款係可以單肩啦，不論你襯任何衫褲都係可以嘅，斜孭啦。咁有啲人好似我咁啦，身形唔係算係太高嘅時候，我覺得條帶有啲長喎，其實你可以將呢條肩帶咧貼咗入去入邊個位置度，咁一試落去咧，其實佢咧亦都有一個唔同嘅一個層次喺度啦。啲肩帶又可以短啲，嘅效果一樣係咁好睇嘅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手袋款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加我 contact 噶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 亦都可以親臨嚟到尖沙咀海旁道名人站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